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QNAP 直播，我是产品经理 Josh。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QNAP 的 QMail Agent 是一个邮件的储存备份方案。那主要是帮助您将邮件伺服器的邮件可以备份储存在你的私有云 NAS 当中。那 QMail Agent 呢，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超过45万次的下载量了。那我们的使用者都给我们非常好的回馈，告诉我们说 QMail Agent 帮助他们做到很好的邮件备份，并且你可以同时使用网页版的以及手机版的 APP 来存取你的邮件。除此之外， QMail Agent 也整合了我们 QSearch， 可以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搜寻能力。你不仅可以搜寻到邮件的内容，你也可以搜寻到附件的内容。这边呢是我们 QMail Agent 提供的所有的功能，那以及我们支援了九种主要的主流邮件伺服器。你可以直接透过登录你的账号邮件账号密码，或是使用 OAuth 的方式去取得认证，就可以去存取到你的邮件，或者是其他的邮件伺服器也可以使用 IMAP 标准的协定去做邮件的存取。那 QMail Agent 呢主要的提供的功能呢，包括有邮件管理，让你可以去收发邮件、搜寻邮件等等的，以及浏览搜寻的功能，并且最重要就是资料的安全性，帮助你把资料备份到 NAS 当中，确保你资料的安全。那今天资料遗失了，你可以很方便、很快速的把这些遗失的资料还原回去。在 QMail Agent 3.1 开始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功能，那包括有帮助你轻松的跨信箱去移转任何的邮件，或者是当您的公司去更换了邮件伺服器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去。确保你的邮件都存在你的 NAS 当中，这些过去备份邮件都存在 NAS 当中，并且可以持续的更换，在更换伺服器之后能够持续的收到新的信件。好，那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移转邮件呢？以公司管理者来说的话，最常遇到的情况大概就是员工离职的时候，那 IT 管理员必须要将他的一些重要邮件去移转给不管是接替的同事或者他的主管也好，那这时候呢就需要用到邮件移转的功能。或是当我有一个主要联络信箱，可能我已经希望他去换到另外一个信箱账号的时候呢，我可能除了告诉所有的我的联络人，我已经更换信箱之外，我还是必须要把旧的邮件移到我的新的信箱，并且可能还会担心有些没有通知到的人，他可能持续把邮件寄到我的旧的信箱当中。这时候呢，就可以透过 QMail Agent 帮助你去持续的去把我们的邮件移转到你的新的信件当信箱当中。那或者是你有一些特定的邮件有特殊的需求的时候，要移转到另外信箱使用的时候，都可以用我们移转的这个功能。过去你在移转信箱信件到其他信箱的时候，可能会直接用转寄的方式，但转寄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法。大家看到我们下面有两张图，左边的是原始的邮件，右边是透过转寄之后转寄到我们另外一个信箱的邮件，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寄件者已经发生了异动，因为原本的寄件者是左边这封是一个我们 QNAP 电子报举例，所以它的寄件者是来自 QNAP， 那寄到我们一个叫 PN Demo 的这个信箱里面。但是说当我经过转寄之后，我转到另外的信箱叫做Josh Demo， 对不起有点小，转到另外的信箱叫也是 Demo 的信箱，叫 Demo 3的这个信箱的时候，那我的寄件者就会从原本的 QNAP 这个寄件者变成我的原本的收件者，就是我转寄过来那个收件者叫做 PN Demo 这个收件者，变成我的新的寄件者。所以当我今天想要回信给原寄件者的时候，就变成我还要特定的去复制这个原本寄件者，然后再贴到我的收件者的地方，我就没有办法很方便的直接去用回信的方式去回给原本的寄件者。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日期也经过转寄之后异动了，原先的日期可能是在去年的8月，那经过我转寄之后变成今年的3月，所以这个日期就会异动，让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信件。除此之外，透过转寄，通常这个我们的邮件伺服器在转寄邮件的时候，都会把版面经过了一些异动，告诉你这封信它其实是一种转寄的邮件。所以有这些坏处，让你在转寄邮件，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就需要透过移转的方式，帮你把原本那一封邮件原封不动的移转到另外一个邮件箱里面。所以这些包括寄件人、包括收件日期以及这些邮件内容，全部都不会被移动。好，那刚刚提到的第一个情境是，
当员工离职之后，必须要把这些邮件移转到另外一个主管或者另外一个同事的信箱下面。那其实员工离职之后，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资料的遗失，那包括有可能是重要资料它并没有好好的交接，或者是它的一些它的 know how 并没有交接下来，那以及是 IT 人员他并对这些离职员工的资料他缺乏掌控力，有可能这些资料都是由这些员工自己去保管，那当他离职的时候他就没有好好的交接下去的话，那 IT 人员就没有办法把这些公司重要的资料继续的保存下来，所以 IT 人员他就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备份企业资料的功能，并且必须要能够将这些资料有一个移转的功能去移转给其他交替的员工。所以在 Queue Management 不仅我们可以做到自己去备份自己的信箱，那以管理者的角度，我们还可以将整个 NAS 里的邮件再一次的二次备份到其他的云端空间当中。所以公司的情境，我们就是一般员工，我们自己就登入我们自己的 NAS 账号，那使用 Queue Management 去备份我自己公司的邮件。那以管理者呢，我则是以NAS 管理者的身份进入 Queue Management， 那将这些所有 NAS使用者备份在这台 NAS 当中的邮件都全部被再一次的备份到其他的云端空间当中。那今天当有不管是NAS 损坏或是公资料找不到的时候，我可以从这个云端空间再一次的还原回来，或者当今天员工离职之后，我可以从云端空间去把这些邮件去透过还原的方式还原到另外一个账号，就可以移转给其他的员工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管理者而言，就可以实现的一个备份321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会有三份的邮件备份，包括邮件伺服器会有一份，在 NAS 会有一份，那我透过二次备份到公有云端之后，公有云端又会有第三份的备份，那以及两种的储存媒介，包括有私有云的 NAS 以及储存在公有云的空间当中，那一份档案在异地，也就是在云端那份是在异地，所以这样子一来就可以达到备份321，让你的邮件公司的邮件更加的安全。那 Queue Management 的二次备份功能呢，可以在备份的时候设定增量备份或者是同步备份，那并且可以设定排程备份，那甚至可以我们可以设加去设定密码，去做一个用户端的加密，当今天你要取回资料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做一个解密才可以取回去，更加的保障你的资料，以及可以做到资料压缩的备份。那这个二次备份功能呢，只有 NAS 的管理者才可以将这个 NAS 的资料去做一个二次的备份的功能。那备份的目的地呢，我们可以透过 Hybrid Mount， 就是一个我们的网关的软体，去让你的邮件备份到公有云当中。那 Hybrid Mount 也支援了非常多主流的云端服务，包括有云端硬碟以及物件储存空间，像是 Google Drive 啊，或是 Amazon S3 这种空间都可以支援，也就是企业可以去选择一个较低成本的云端空间来去封存这些较旧的邮件，或者比较少用到的二次备份的这些资料，那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需要大家取回。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备份完之后，那怎么透过还原的方式去把这些邮件还原到另外一个信箱，其实很简单。那我们在 Queue Management 的界面当中呢，就可以去浏览这些我二次备份的邮件，那并且在浏览的同时，我可以选取我要还原的特定邮件，那在还原的时候去选择我要还原到不同的电子邮件账户。那这电子邮件账户呢，指的就是这一台 NAS 当中所有的使用者他去登录的这个邮件账号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所以我可以选择还原到任意一个使用者的邮件账户当中。那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完成我们刚刚所说，当员工离职之后，我们透过先前的备份把这些离职员工的邮件去移转给新的员工或者是他的主管。那另外的情形就是我今天是个人使用者的时候，我可能更换了我的主要联络信箱，那我跟我的所有的联络人告诉他说，我更换了信箱，但是总是有漏网之鱼，他们可能还是持续的将这些他们的信件寄到我原本的那个旧有信箱，或者是因为我旧有信箱里面放了很多重要的邮件，我时常还是必须要去查找，所以我在更换联络信箱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期，就是我必须要同时去管理两个信箱，才能够确保我的邮件不会漏失掉任何一封邮件，重要的邮件。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持续的复制邮件到新的信箱，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我过去备份到 Queue Management 当中的邮件去把它移转到另外一个新的邮件账号当中，所以我把过去所有邮件都移过去了，也就是说当我要查找邮件的时候，我不需要再回到旧的信箱去。
那我可能刚刚提到，我可能担心有一些人并没有被我通知到，他们可能还持续寄信到我的旧信箱之后怎么办？那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持续的备份新信件到我们新信箱的这个功能，就是当我的旧的那个信箱只要一收到信件 ，QMail 就会自动的将这个信件去把它移转到我的新的信箱当中，也就是我只要看我新的信箱，我就可以看到这个其他人寄到我旧信箱的这个信件，也就是我不会再lost 掉任何一封邮件，不管是过去邮件或者未来还没有收到即将收到这些新的邮件都会被复制到我的新的信箱当中，就可以只要管理一个新的信箱就够了。好，那再来呢，我们可以当有特定用途我想要移转任何一封邮件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透过随选的方式去手动的将这些邮件去复制到我其他的邮件账户当中，所以我可以在 QMail 去选择任意的邮件，那在我们的选单当中选择复制到其他账户，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选择我的 NAS 账号里面的其他的邮件账号，选择过去呢，我们可以去目的资料夹，你可以去设定你要复制到相同的资料夹，或者是去指定一个资料夹。相同资料夹就是指说我现在这个资料夹在 inbox， 我就会复制到我另外一个资料夹的 inbox， 另外一个信箱的 inbox 当中。那如果有不存在的这个信箱的话，我们就会自动帮你去建立一个一模一样的信箱资料夹出来，所以你就会在另外信箱的同样一个资料夹去看到，或者是你想要去移转到特定的资料夹，你也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那除了指定特别的特定的邮件之外，我们还支援的复制资料夹的这功能，也就是我可以以资料夹为单位去复制我整个资料夹里面的邮件到另外一个信箱当中，这个用途就用在我有大量的资料的时候，或者是我想要把整个邮件非常多的资料夹都去复制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把所有的资料夹都选取起来去做一个复制复制到我另外一个电子邮件当中。所以一样，那在我复制过去的时候，我也可以去选择要复制到相同的资料夹当中，或是特定的资料夹里面。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在移转邮件的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接下来这个功能指的是当我今天去更换了邮件伺服器，好比说过去公司可能使用的是Google Workspace 的功能，也就是我们公司可能用 Gmail 的这个服务，那可能因为某些特殊的用目的，公司更换了 SaaS 服务或者更换邮件伺服器换到了用 Outlook 的时候，那原本你去认证这个 Gmail 的这个认证就会失效，因为你的 Gmail 这个账号其实已经不存在，但我的公司移转过去的时候，我的 mail address 可能没有变，只是我背后的邮件伺服器更换了，所以我就要重新的去取得我新的 Outlook 这个认证。所以在 QMatch 当中，你只要去做一个变更邮件伺服器的这个动作，重新取得你的新的邮件伺服器的认证，那 QMatch 将会保留你过去所有的备份邮件，你不需要担心因为更换了邮件伺服器而你过去到的邮件会遗失，并且在更换邮件伺服器之后呢，你可以持续的收到新的信件。那假设你今天移转过去的新的邮件伺服器，它里面可能没有邮件，没有过去旧的邮件的时候，你可以再透过 QMagin 的还原功能，将这些你旧有邮件再把它还原到新的邮件伺服器上面去。好，那我们就进入到 demo。OK。那这是我们QMagin 的使用界面。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 demo 的就是 QMagin 3.1 的新功能移转邮件的功能。所以当我今天想要移转任何一封邮件的时候，我可以在我阅读信件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做选取信件的动作。好，假设我今天要移转这一封电子报，就可以选取这一封邮件，然后在选单的地方选取复制到其他的账户。那这边你就可以选择你的这一个 NAS 账号下的其他的邮件账号，并且选择目的资料夹。我们这边就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资料夹。今天我要还原到这个 continuous 的这个资料夹，那我就套用。
所以我们等一下到那个信箱去就会看到这个 save 25% 的这个邮件已经被移转过去了。好，我们到另外一个信箱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是放到这个邮件的下面，就是这个 inbox， 然后看到这个，这是我们刚刚移转过来的信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封信件，它的寄件人一样是 qname 这个寄件人，它的收件人一样是我之前一个信箱收到这个收件人，没有被因为像是转寄的动作去更改到你的收件人。那它的日期呢，也一样是之前第一封邮件，这个收到邮件的第一个时间点。所以当我日后在搜寻这封邮件，或是我要回信给这个寄件者的时候，都会很直接的透过这个回信或者是搜寻的动作去找到这封邮件，并且去回信。所以看我这个回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回到这个原始的收件人这个地方。好，那除了选择单一封邮件之外，我也可以去直接的去复制整个资料夹，所以可以这边可以去选择我们这个按钮在上面的这里有一个复制到其他账户，那这边就是以资料夹为单位，比如说我选择一样这个资料夹，那我再复制回去刚刚的那个信箱，那我一样可以指定一个特定的信箱，特定的资料夹，那我就还原到 Gmail 下面 OK， 然后套用。所以这样子一来，我就可以以资料夹为单位，并且我可以同时选择很多的资料夹去大量批次的去移转我的信件。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我今天更换了我的通讯的邮件信箱的时候，那我需要通知所有人，那我又担心我过去的邮件可能没有找不到，或是他们持续寄到我旧的信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持续的备份的，我们到我们的账户设定的地方。好，假设我们今天是旧的信箱，我已经没有要用了，我要移转到新的信箱，我就可以直接用持续复制的这个功能去选择我要启用将新的信件持续复制到目的地。 OK， 那我就可以去复制到这个 continuous 的，那或者是我要选择将过去所有的邮件都一次复制过去，这样一来我要查找邮件的时候，我也不需要到旧的信箱去查找，那这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还原到即时模式下，或者是还原到备份模式下。所谓即时模式呢，就是我们会定期的去跟你的邮件伺服器做一个同步，所以当你的邮件还原到即时模式，那这些邮件会再次的被上传到邮件伺服器。如果你不想要上传上去的话，你就可以去用复制到备份模式之下，也就是它只会存在在 NAS 当中。这样子一来呢，它就会开始进行复制，将这些邮件全部的复制到我的新的邮件账号之下，在 Qmagine 当中的邮件之下。好，那我们到 New 的下面看一下这封邮件，这些邮件是不是已经开始复制过来了。OK， 我们刚刚是将过去所有的邮件去移转到我备份里面这个 continue replicate 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邮件都已经开始在复制过来了，刚刚这边都还是空的，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将你过去所有的邮件都一次的复制到你的新的信箱，并且持续的将新收到邮件会去复制到你的也是新的信箱当中，所以你就不必担心你过去的邮件旧的那个信箱收到的信件你会收不到。好，那我们刚刚还提到另外一个情境是，当今天公司有员工离职的时候 ，IT 管理员要去将旧员工的这些离职员工的资料去移转到新的员工或他的主管之下，这时候要怎么做呢？好，我们就使用另外一个同一台 NAS， 我们用另外一个账号，这是 admin 的账号。那在管理者账号之后，我们提供了一个备份与还原的功能，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将公司所有的备份到自然 QNAS QMagine 当中的邮件都进行一个二次备份，备份到其他的云端账号当中，云端的空间当中。那当我今天要还原的时候，我可以到这边去还原电子邮件，
那去找到我的这个备份的有的任务，这是我在这台 NAS 当中做的备份任务。那如果你是透过其他 NAS 或是你在这边没有找到的话，你可以用挂载空间的方式去把你先前备份的资料再把它挂载回来，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邮件内容，好，做套用，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我透过二次备份备份到远端异地的这个邮件内容。好，我就可以随选还原，假设今天要还原三封邮件，三封是公司非常重要业务邮件，必须要去移转给他的主管的时候，我就可以将这个离职员工的这三封信在还原的时候点选还原，去选择我要还原到不同的账户。那这边就会列举出这台 NAS 里面所有的邮件账号，你就可以去还原到另外一个邮件账号当中。这么一来，这个离职员工的信件就可以被我还原到这一个其他的员工或是他的主管的信箱当中。OK， 这样一来，这些邮件就成功的被透过还原的方式移转到这个新的员工的账户下面，邮件账户下面，所以他一样可以看到这封邮件的内容，并且它会是一个完整原始的邮件内容。好，那我们 demo 到这边。OK， 所以 QMergin 3.1 呢，我们让提供了非常多邮件可以移转的功能，去满足你各种邮件需要移转的情境，包含了你的可能员工离职的情况，或者你更换主要的联络信箱的邮件地址的情况，甚至你要移转特定目的移转特定的邮件的时候，以及当一间公司更换了邮件伺服器，可能换了 SaaS 服务，从Google Workspace 换成 Microsoft 365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更换邮件伺服器的这个功能，去帮助你持续的去备份 NAS 邮件伺服器的资料到你的 NAS 当中，并且确保你过去所有备份资料不会有任何的遗失。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边 ，QMergin 3.0 已经在我们的 App Center 上可以去下载使用了，欢迎大家去使用，谢谢大家。